你指控我无凭无据，而你们家的小卖部售假确实证据确凿。如果两件事情同时曝光，你猜猜谁的损失更大？既然你的脉说话，那就把这本《花艺素材大全》从头到尾背一遍。下班之前我会抽查，如果背错一题，就把整本书抄三遍。 我都让你在梦里给我还回来！各位父老乡亲，在下兄弟几个出道贵宝地，还望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哥们，把这东西拿走呗。 进来吧，客官，您要的热水来了。 是家黑店，什么黑店白店？我是来找你薪酬的。 你不是来寻仇的吗？怎么不知道我叫什么？听好了，我叫展昭，下次寻仇的时候，可别认错人了。好的，记住了。啊！气死我！ 实话，你给我等着！